亡哎呀，所以为什么？所以要出家。那出家以后呢？有没有钱？没有。有没有老婆？没有。快不快乐？快乐。你赶紧问啊，讲清楚啊！你不能说出家可怜啊，没钱啊。那你干嘛来出家？你又不懂得快乐。出家呢，没有朋友，哎，那你几边呢？啊，因为你就不懂得出家的意义。所以我们老和尚非常有智慧啊，单刀直入啊，这个叫禅宗的智慧，如文殊菩萨的利剑啪的落去。所以你世间你出家人嗰咧生气，嗰咧傲嘟嘟，嗰咧歪笑，无你是要安怎？你是要安怎？你唔甘愿吗？用掠来出家吗？啊，出家应该啊，我对出家刚开始就笑到唔知人啊，啊，死嘛甘愿。所以，因为我若无出家，嘛是阮死的。死个无要紧，害死爸母，还多艰苦，害死某囝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我不出家一定死的。我这个人发愿，我不会自杀，但是我活得没意义。那出家干嘛？慈悲，去帮助啊，去饲狗啊，饲狗遐，去扫水沟啊。反正你叫我扫马桶，我就搞做这个啦。你搞熬米皮，我就搞啊。因为以前是为了名，为了钱在做，现在。去扫马桶，去扫土地，去做什么？哎呀，都很好啦，只要能出家，无所求了。所以我想各位要领受到这种八关斋戒的欢喜，把这样子放下的欢喜。你今日未欢喜，是因为你执着放不下，你就赶紧专念念佛，这个叫世间苦啊，得到清净的极乐。不但呢，解脱生死根本。那各位爱尊敬哈，土地有土地公，秋秋神，太阳有太阳公。咱合佛的人，如果咱台湾人信这個，咱相信是皈依。但是你唔能讲我是佛教徒，我经过王爷庙、土地公庙，拢无咧个修诶。哦，你这個人就无慈悲啊，就无慈悲。你就对善巧人就还用好啊，你对神还拜，你对鬼神还拜，未使哦。咱来对每一个众生一张手啊，那嘛对就好。啊，那是我敬拜啦，去什么所在？因兜的地基主咯，你给我来啊！我一早伊就哭啊，因为我对就好，因兜的人也无咧差别，拢我咧差别。啊，所以我敬拜来要离开饭店，我就讲，迄个大超过两三间，我就知影讲啊，歹啊，迄地基主搁咧哭啊，安尼啊，我会感受到五分钟的心情无助无助，那我就跟他安慰，我会再回来的。啊，无你对我走。啊，我也无法度对我走，因为他们的业啊，我有福报可以对我走，对我走，紧做好法，我带你去极乐世界。伊若走到我心内来，那伊若无法度走，就像我去监狱，他的业还没有到，我讲我都带出去，就这意思啊。他的业关完了，都无代志啊。所以，但是你要了解哦，原来一个地基主，一个众生土地公，那都是有这么有人性啊。你对他好啊，所以各位你若定来听做烟供哦。啊，做实习啊，你若无做吼，因就足失望安尼啦。虽然讲有已经超多啊，但是佫较济要来到拜托你，感谢你，但你那你要时时刻刻照顾他啊。所以各位大家，你一供养三宝，供养护法神，供养家己护法神，还清这住边啊一切众生，你拢爱念念的啊。这个叫空性，你要开始练习跟万事万物平等的合在一起，以对待佛。以对待佛法界的一切众生，来对待九法界的一切众生，平等，佛名平等，平等大悲，而不是对这个好，对那个，你对佛他你尊敬，结果呢，你对人那么不客气，啊，所以明年开始我们要发起微笑运动，明年元月一号，所有义工都要戴微笑面具，讲柔软语，啊，微笑，请他庄严的，安尼啦。你也要做义工，爱心操练七天，看伊笑未？甲你爸甲你，看伊笑未？再来遮受证，明年我也要受证。啊，你若看伊都无受证诶，我紧啊，你都笑笑都，迄无受证，迄无叫舒服受证，迄拢袂笑。那人就是要人家这个慈济功德叫受证，哇，哎，就好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证不是什么，是代表微笑慈悲啊，对不对？模范啊。啊，出家人也要受证，做竺法法师啊，做维罗法师、引理法师啊，因为每个人都要自我要求啊，自我磨练。好，所以
因为这些护法善神都在看呢，护法善神看你有没有持戒，有没有慈悲，然后护法善神就很高兴，他不是在护你这个人，而是护你这个法。所以咱这道场啊，好家庭啊，好，爱让土地公欢喜呢，爱让护法神欢喜呢，因为你有正，伊就欢喜嘛，就会有一个欢喜的气氛。啊，你若无正，鬼神就来，完清界就来，来这就开始吵啊，啊，鬼神乱，就是因为众生乱，就是因为鬼神嘛。所以那咱和鬼神无欢喜，袂使。那虽然，比如讲你过去有杀生，啊，你起码已经修改，我不杀生了。啊，你有这不杀生的功德，但是不是代表杀业无去啊？哈，杀业呢，啊，你得个忏悔啦、念佛啦、放生啊，啊，迄个业就渐渐去除了。但是你有一个决心，不再杀生，那这个业就发到较停起来，完成这度就较简化了。我人要来给投一百万，好，100%，一个月害你10万。欢喜啊！啊，无本来要甲你拍，要甲你抬啊啦，就即摆互你掉感情啊，哦，即摆互你脚疼啊，即摆互你事业做袂顺咧，阿某规工冤家啊，那迄就是冤亲债主要来讨啊！啊，因为你唔害伊济，伊就破坏你即摆世间的福报，不管你咧接到啥物啊，这个鬼神呐、啊，冤亲债主拢有他心通咧。哦，你咧接到啥物，伊就甲你破坏啥物。啊！但是你害到伊，你过去讲共头壳的，起码就要甲你共头壳。你起码迫害感情，伊就要迫害你感情。所以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啦，真实的啊。我有一个信徒，真的对我足好奇啊！啊，我见拜啦，其他的出钱啊，出力啦、啊。然后呢，结果也昂了，因为贪污嘛，就去用掠去关。哎，就规工为了这吼，开足些钱，倾家荡产吼。要有因翁吼，安尼，唔通叫用判伤久。啊，因翁要用关进前就小三啊，伊嘛足艰苦。啊，就是讲伊要对因翁足好个吼，啊，看出来以后有法度改变伊个人生无？啊，现在讲伊安开遐尼济钱，遐尼济关系，逐工嘛叫我甲做念回向，结果因翁真正出来啊，啊，关7年吧。啊，出来以后拢唔捌咧转来，拢唔捌咧转来。啊，规工就个迄小三困到底，哎，即马是来现在艰苦，啊，那等下就个骂，等下就个骂，等下就要提钱就个骂啊，伊是来足艰苦，足艰苦，等下四个月个啊，啊，啊就啊，即马小可知影我知影足艰苦啊，艰苦个想要自杀，唔甘愿呐，啊，然后伊唔知影讲因翁，我即马讲伊听无个无要紧啊，肉靠查某杀到死囝。啊，所以那伊然后知吼，迄真正伊唔知变怎啊。啊，但是只有一个因果伫个咧，我伊讲帮伊叫人家查过去世呢，伊是一个好野人，敢若做官，啊，看到一个查甫囡仔真介意，啊，就硬讲救来娶来，啊，迄查甫囡仔甲因翁吼是好甲甲因男朋友要结婚啊，啊，但是拄到即个有钱有势有力的人。啊！硬甲救来，哎，两个足艰苦。本来两个讲好要去自杀，决定要自杀啦。因两个无多斗阵，啊，尾啊，讲讲的两个就无自杀，但是足万分的，足万分的。好，啊，这世人来啊，这世人就伊做查某啊。啊，那么啊，迄、那个查某囡仔，迄因翁就是迄、那个过去迄、那个迄、那个以前卖翁就是过去迄查某囡仔啊，迄翁啊，啊。来报完仇啊！啊，迄小三就是过去伊共困的迄个查某囡仔，安尼啊。所以啊，这边喏，这我是甲讲，你我甲你讲这段故事，你着爱家己忏悔。迄毋是因的唔对，是你顶世人安尼共拆破，加着因的差一点啊自杀啊啊！所以即嘛一路万分，迄完全在做了，愈找伊啊，看迄相片。哇，迄、那个小三那遐水安尼啦，啊，伊那遐歹安尼啦，伊人滚出来嘛，个少年已经拢老去啊，安尼啊，迄种超凡呐，迄种痛苦，迄面拢变啦，三个扛到顶啦嘛，讲这两个较好，迄、那个敢那妈妈即嘛，阿母啊安尼，啊因为超凡生气，啊即嘛来个知影讲外口安尼吼，哎、啊、就，伊就活袂落去啊，啊，所以我就一直甲伊回向来发挥功德。回向他身上冤亲债主、自杀债主、堕胎胎儿，回向那两位，他的先生跟小三啊，
也能够净化消业障。你别再讲伊唔对，开咧即世人是伊唔对，开咧顶世人是伊唔对，你别再讲啥唔对。啊，除非伊用合佛，伊才讲爱控制一下。合佛以后，你嘛去拄着你过去是先生，过去是太太，啊，你别再讲啊，我著凭着感觉，你阵你著修戒律啦。哎、欸，我即世人有某啊，我未使阁甲伊斗阵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你感情本来就足重的，你无你搞不好无爱即世人的先生甲太太，但你拄着顶世人同爱的啊，你变怎？啊，你都要靠你的戒律，你的第一根爱正确啊，爱未使啊，不能续前缘，爱该回向啊，你都好啊。所以我们两边都回向了，希望这个故事不是光他们，而是全世界这个故事不断的在重演，不断的在重演。卡靠卡不靠你啦啊！所以来回向所有人的，这感情在主。所以究竟的方式是咱家己清净，咱了解啊。我当然甲讲，甲安慰，所以我亲自爱卡重的给伊，因为是我的老母，听了我看会较欢喜的啊。然后呢，伊对我呢，我就敲电话给伊，该讲啊，该安慰，无要紧啦，安尼对我出国都好啊，母啊，反正你也有钱，啊就放下，啊人迄人诶，我即摆已经知影，因哥已经甲讲啊，啊伊要到底你即摆对拜帖，该忏悔，搁该祝福，了解吗？欠钱搁摕一笔给伊，恁去生活，安尼啦，啊咱来忏悔，啊无你即摆破病，着感情死去变怎？我们刚讲也自杀，啊，所以我已经把他自杀一边啊两个自杀，一个吊刀死的，一个吊刀死的，一个跳悬崖死的。当你有轻生的念头，过下去；当你有轻生的念头，会自杀鬼蹦着来，你大概就是当你有念头，一定要来和你死，看我发到你啊高铁不？所以我一直劝他，你这个念头不能有。虽然我今嘛已经给他敲刀啊，自杀债主这两个给他敲刀啊，但是如果他那个念头还在，马靠就是自杀鬼在等的。你们能够哇来，然后你就不得不自杀啊！所以来回向所有自杀痛苦者、自杀友情、大千世界无挂无碍、自去自来、自由自在、要生变生、莫找替代，一心祈请孤位大尊者回向自杀鬼魂往生净土。南无不动如来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那点点感应回响，这世间啊，这些有力量的鬼魔、冤亲债主，他可以制造车祸啊，他可以制造自杀，他可以制造生病，可以这样。但是，咱来起心动念，咱来起心动念，起正念来合法行，起歹念来谈清晰。那么，这些都是鬼魂呐、啊、障碍。所以你要、哦、你修行的人要注意这独立。所以我讲一个简单的因果，不过我认为我讲给各位听，我们要怀着悲心啊，我们就像他一样，我们来替他忏悔。对我来讲，还是我的老母呢，我替他忏悔，我比较怕病呢啊。我当然，我们出家就是要度父母，累世累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会过来，我们就要很努力的替他忏悔啊。那所以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了啊。啊、但是他在三宝有积这么好的善业、啊、但是他为了感情制造了这么大的恶业、啊、但是我们希望他恶业消，所以各位你要点来忏悔，忏除恶业，回向善业给众生、啊、你跟他修行。各位我跟各位说，你看到出家人这样越看越介意，那是你过去时可能做给他母啊，他女儿啊，你过去可能做给他翁 啊， 这样啊，所以你不能起世俗心、哦、出家人你看到这个人好舒服，看得很安尼啊！啊，你若知影讲有南路的情，你就唔好来啊，因为你动袂掉啊。因为这个不容易的事情，不容易。从我老实讲，我这世人是来红偷贼。我过去是拢做为什么小皇帝，刷刷拢几百个，七七七七，我起码招个干官，干官去偷贼，对不对？海员就好啊，用佛法海员。啊，你无去甲伊见面，后世人就讲，起码甲伊见面。回向回，回向回，所以我近排来要走，我拢快都要哭，可怜咯，安尼啊，伊安尼安尼等你偌久啊，搁见面，啊，搁两工搁要走啊，安尼啦，伊煞袂记有嫁翁啊，啊，但迄个无法度，迄个女人重情，啊，但是我就要回向，回他欠人家债，欠人家债用什么还债？用佛法还债的，好吧？了解吗？用佛法还债，那就净化了。
那至于如果他放不下，那是他，但是我不还债不行，但是也透过这个因缘。